别把我弄摔了。小心啊，小心，快点，看着呢。哎，还没好啊。啊，行了行了，待会儿摔个跟头。哎，行了，睁眼吧。这是你弄的，小老鼠，我弄的，谢谢，真的看，我就吹吹菜啊，老寿星啊，好，寿星老，来，坐，哎，来酒呢，把酒拿来啊，来，把酒拿来，哎，老二，到点了吗？人都到了吗？哎呀，老二，我这心里怎么有点突突啊？妈，都到门口了。奶奶，你把花给田爷爷，心就不突突了。不行不行，你得替这个花得皮皮送，田爷爷谁喜欢皮皮哦。好了好了，妈走了，哎，走了走了。好，来，把酒倒上来，开席了，开席了啊！先等一下吧，等一下再倒。那个还有人没到呢。还有人啊？哦，谁呀？谁呀？马上就到了，等一下，他们应该快了，来了你就知道了。田爷爷生日快乐！哎，师傅，生日快乐！哎呦，谢谢，贵客，赶紧坐吧。哎呀，来，过来，哎，好，谢谢。哎，小妈妈，坐吧。来嘛，那个，倒酒啊。来，坐，生日快乐！啊，谢谢。干嘛？怎么回事儿啊？这招这么一大波子人来，我怎么不知道啊？也没有跟我说一声啊！我出去看一下，行了。没事。好。他们来干什么呀？玲玲姐，怎么了？没问题吧？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叫他们来没告诉我，不好意思。那个，你们先进去吃，我再加两道菜，人多啊。哎啊，去吧。来，坐吧。哎呀，啊，这人多了就多加两道菜啊。丽芬，拿点饮料吧。丽芬，哎，给你添麻烦了啊。皮皮拿点饮料。好的，没关系，欢迎啊，嗯。啊，坐，快坐。来，坐吧，你也坐。行。哎，呦，您坐。哎，好。丽芬，哎，这杯酒我敬你。爸。弄错了吧？您是长辈呀，又是今天的寿星，这怎么能你敬我呢？妈，我想上厕所。啊，那个，我带你去上。哎，别，沈妈妈，那个沈大哥，你去吧。哎呀，男厕所不方便的。我带皮皮上个厕所。哎，来，坐吧。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我和沈妈妈想以后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哪儿去啊？哎，外公，你真酷啊，还搞黄昏恋呢？黄什么昏呢？我看是头脑发昏。丽芬姐，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算这个家什么人？你是个外人。姐，您可错了，新春不是外人。你跟他领证了吗？你们俩结婚了吗？我告诉你，你一天没跟他领证，他就是个外人。我说呢，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呢？哎呦，到处布置了，哦，张罗了。啊，原来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哎，你安排这么好，你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啊？你请了别的人家来，你也告诉我吧。啊，合适今天在这桌上的所有人，你们都知道，就我跟文文两个人蒙在鼓里，是吧？你也知道，当他帮凶呢。啊，我还。
丽芬，你别太生气了哈。我们的事儿，你要是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算了的。我不想你们家像这样搞得乱七八糟的。别算了呀，我支持你们。你支持什么？你支持？你知道什么你就支持？今天这个事情，我只是通知你们一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用你们管。外公，振满，爸，您说什么呢？什么叫剩下的事儿不用我们管啊？你忘了妈临走的时候她是怎么托付我的了？我妈跟我说，以后你爸和丽杰就交给你了，我能不管吗？我们都是你的亲女儿、亲儿子，您说您奔丁到养老的那一天，还不是我们给您养老送终吗？爸，沈妈妈，话说回来，好多事儿你不得不想。你说，沈家老二，他毕竟是坐过大牢的人啊。我弟弟又是干公安的，要是你跟我爸真在一起了，哎，这丽杰的工作不好展开吗？没什么可影响的，没有。还有啊，最重要的是，文文明年就考大学了，这以后要是填个表啊，学校来调查呀，哦，这还弄了个舅舅是蹲过牢的。这好说不好听，妈，你这干什么呀？跟我又没有任何关系，说我干什么？小孩子你不懂啊！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今天是我的生日，刚才那件事就不用再提了。大家好好在一起吃顿饭，有什么话以后再说。文文，平平他们好了吗？叫他们来。啊，我们来了。啊，走吧。今天大家在一起，好好吃顿饭啊。23.8块啊，好。嫂子。哎，秦哥哥，你来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店里现在生意这么好，我哪好意思叫你啊？哎呀，我这生意好，我还是得感谢你们让棉袜老师教我做直播呀。哎，要是早上生意这么好，就早点搞了，我现在都能开分店了。现在也不晚呀。哎，当初我们开会商量让你直播卖货的时候，哎呦，你知道李主任那叫一个担心啊，又怕你搞不来，又怕呢吴月玲跟你起冲突。现在想想啊，都是浮云。主要是我们家老李关心我。哎，你们那会儿开会的时候就说起这事儿了？对啊，当初吴月玲不是把你店里生意搞得特别差吗？那我们就想着让你发展一下这个线上业务，是不是？然后让吴月玲呢给你送货，一石二鸟，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哎，李主任没跟你说啊？说了。啥事能瞒得过我呀？哎呀，多少钱啊，嫂子？126，给120就行。好嘞。啊，你是谁？你是谁？圆圆。洗手吃饭。哎呦，走，咱们也该洗手去。恐龙爸爸也洗，也得洗。嗯。他们。爸，他怎么来了？啊，带孩子玩呢。先吃饭吧，啊。吃饭。
是，别客气，动筷子，动筷子。哎呦，我最爱吃外婆做的红烧排骨了，是吧？好吃吧？来来来来，你也来吃。哎，妈妈妈，您就别客气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妈。爷爷来。啊，我请你。哎呀，不用了，我自己夹。那我自己吃。嗯，哎呀，嗯，好吃，好吃啊，太好吃了，妈，这当年你做一模一样，比那还好吃呢，是吧？那你多吃点，嗯嗯嗯，哦，嗯，那你平时一个人吃饭怎么弄啊？自己做啊？没有，点外卖，那个自己一个人做饭吧，总觉得缺点什么，嗯。有时候做多了吧，得吃好几顿呢。这吃饭吧，就得是一大家子坐一块吃，那还香。那是当然了。那要不这样子啊，你以后送然然回来的时候，我就多做一点，你带回去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热一热，很方便。有没有米饭？那么多菜，先吃菜呀。好，我去拿啊，我去拿饭。哎呦，这三单送的呀，急赶慢赶，哎呀，赶上了。李正亮，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傻狍子？干嘛这么说自己呢？你别跟我在那装大瓣蒜啊！哎，我让你把吴月玲赶走，可你呢？你跟你们社区那些人，你合起伙来算计我，非让吴月玲留下。哎，你是不是真觉得我是个傻子，还是觉得我好说话好欺负啊？我没有想瞒你，一开始就想走一步算一步，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直播。但是没想到我老婆聪明绝顶，瞬间变成了一个带货达人。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你还主动找了吴月玲，我看你们两个合作还挺好的。我什么时候主动找的他呀？那不是你推荐的吗？是你把我往沟里带的。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找一个又年轻又机灵、跑腿还快的呀。谁找他那么一个老咔嚓的？你不是也说是万一吗？再说了，这吴月玲干这行挺好的，她今天跑了八单，比我多一倍呢。我也知道。没有跟你商量是我的不对，但我向你保证，以后但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第一时间跟你商量，好不好？吃饭。哎。妈，你坐下。郭子林今天到底为什么会来？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孩子想爸爸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真的吗？当然了。孩子想爸爸，以前你不都让郭子林带然然出去吗？为什么今天要隆重的请到家里来，还要劳烦您做这么一大桌子菜呢？好吧，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以前呢，我觉得他跟你离婚是因为第三者。那天跟他谈了以后呢，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他心里还是有你的。是的，我以前是说过好马不吃回头草，现在仔细想想呢，这句话也不是那么准确。既然你们离婚不是因为第三者，那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呗。再说了，你们有孩子，孩子需要妈妈，也需要爸爸，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重新开始。妈，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的事情了？我不管行吗？你要管到什么时候啊？管到你婚姻大事解决了以后。哦，这么快就想把我跟然然赶出去了是吗？这个家不能再容下我们了是吗？
你不要瞎讲八讲好吧？我怎么可能赶你们呢？我是觉得他比田警官要好。你又在瞎说什么？那个田丽杰是星辰的男朋友，好了啦。啊？他们俩？那我怎么觉得他看你的眼光发光的啦？你现在看到个男的看我，你都觉得人家眼睛发光。总之，我的事情不要人家费心了。我怎么能不管啦？你神经当错了？真是的。来，坐下。杨春，知错吗？知错吗？我问你。知。哪儿错了？说话。我不该先斩后奏，不该没告诉你。你既然知道错了，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跟你说没说？我是希望我答应你爸爸，我不跟你们说的，那我都谁的主意？我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嘛呀？你不是说了你不反对的吗？是，我是不反对，但是我有知情权呀。这么大的事儿你要告诉我呀！你看我搞得我们家鸡飞狗跳的。我怎么知道丽芬姐会这样呢？跟你说没说过？生日啊！我跟你说没说过？我姐不同意。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同意？两个老人偷偷摸摸的在小花园里头，你知道我看到了之后我多尴尬吗？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想在一起不可以呢？我不明白啊，我都是出于好心啊，你冲我吼什么呢？你这脑子真是不行。我脑子就是不行，我想不到你们想的那些，我就希望老人开开心心的，我不知道我自己错哪儿了。你好赖跟我说一声，咱俩本来是一条战线上的，都想促成这个事儿，家里唯一反对的就是我姐，如果你告诉我了，我就会事先铺垫，我就会渗透给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尴尬的事情。行了，你自己好好反省吧，走了。哎，干什么呀？好，看我这边。徐老师，哎，啊，你太好看了吧！我的天哪，你怎么来了？我跟你说，我都差点没认出来你。我找了那个专业模特，今天早上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生病要去医院打吊针。我一下楼就碰到了田警官，这不是一个更好的模特吗？我求了他半天，他才肯过来帮我忙的。好，来看这边。对，再亲密点。对对对，好看好看。好。哎，一会儿要不要把这个花絮给蒋老师发一份过去看看？不要。怎么啦？你还不好意思啊？不是，你看我这样多帅呀，好看的，你让他看看不一样的你嘛。先别发，这两天有点矛盾。又吵架了？没有，他捅娄子了。他捅娄子，就那个我爸过生日，他把我爸那个相好的一家子都带去了，结果我也不知道就炸锅了。啊，哎，你是觉得他这件事儿做的有点冲动啊？不是冲动，他是好心，问题是他没告诉我，你知道吗？他不告诉我之后呢，这个局面就不好收拾了。我姐啥也不知道，一看这就突然间
可不炸锅了吗？我跟你说，星纯吧，她就是一个很简单、很透明的女孩，她就觉得，哎呀，有时候有爱，一想到什么就马上就去做。那你俩都既然在一起了，那这性格上本来就要相互磨合的，你说你现在晾着她干嘛呀？我说这个，我太热了，脱了行不行？啊，好好好，走走走。晒的呀，皮肤浓浓。真的是不太晒了，皮肤晒起来。哎呀，徐书记啊，好忙啊，聊天呢。你怎么打人了？啊！哎，徐书记，打人了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我儿子今天从派出所出来，他们单位就给他打电话，说要开除他，都是你，是你害了他。阿姨，你搞搞清楚啊！你儿子是毁在他自己手里的，是他偷东西。你胡说！我儿子从小特别的听话，每门功课他都是班上的第一的。考大学的时候，他考的是985。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也是他们班最高的。都是你！你和那个快递员联合起来毁了他，让他丢了工作，让他的档案上留上了污点，他这辈子都毁在你们手上了，你知道吗？您儿子学习很优秀，工作很努力，那不代表他可以偷东西，你也不能因为他啊，很孝顺，事业做得很成功，就抵消掉他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人家快递员小秋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送快递，现在因为您儿子盗窃事件已经被公司投诉的上不了班了。您儿子是您的，那小秋呢？他不是他父母的儿子吗？就是嘛。哎，你是怎么当妈的？你自己儿子偷东西还赖人家徐书记身上？就因为你这样的妈，你儿子才会干这种事情。他胡说，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胡说。你让一下，让一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打人。哎呦，我亲眼看到，我亲眼看到。他打你了？是的。没事吧？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们俩就是一伙的。你一个社区民警，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不是来调解矛盾的吗？就这么调解啊？为了几百块钱就把一个年轻人给毁了？您先别激动啊，您儿子已经伏法认罪了，我不知道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么多人都看见你打徐书记了，对吧？您的行为我是可以对您进行拘留的，您明白我意思吗？哼，抓人抓上瘾了是吧？抓我儿子不够还想抓我呀？行啊，我今天就打他了，你抓吧，我今天就打他了。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又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老头子啊，嗯，帮我看看，是孙淑贤上次拿来的这批红酒好，还是儿子带回来的好啊？周末走亲戚，我想送一瓶红酒。你把孙淑贤那瓶留下，回头我还给他。哎。你没帮上他的忙，又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好吧？我以后啊，再也不想跟这一家子有任何交集了。我还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清楚。嗯，谁呀？喂，啊，小田啊，在家，在家呢。嗯，啊，他的事儿啊，我不管，不管，不管。啊，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哎，好。怎么了？哎，这个孙淑贤又惹麻烦了。哎呦，你刚才在说不想跟他交集。他把徐书记给打了，现在在警务室呢。哎呦，小田叫我过去。哎，哎，这个死老头。哎，这个人上次为他儿子的事情来社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脑子不太好，这次倒好，光天化日之下还动上手了。哎呀，也不知道书记啊会不会追究这个阿姨的责任呀？为什么不追究啊？
啊，凭什么不追究啊？咱们徐书记总不能白挨个巴掌吧？我看这件事儿到最后十有八九就是那个阿姨道个歉就算了，毕竟咱们是社工。我觉得也是，这个阿姨至少她是明着来的。我之前还遇着一个在背地里给我使绊子，这种人才叫坏。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社区以前有个叫李有望的李大爷，他那儿子简直就是个噩梦啊。这按规定，这李大爷领了退休金就不能领低保了，但是他儿子呢，两份钱都想要，还威胁我说必须给他爸办低保。哼，那我当时年轻气盛啊，态度特别坚决，按国家规定不给办。哎，他儿子就跟我记了仇了，天天打电话呀，不停地骚扰我，还往我家门口扔垃圾，还扬言要找我家人麻烦。然后呢？然后呢？哎呀，后来也就是威胁骚扰了一阵，可能也觉得没什么用。这种人呐，哼，气儿消了也就拉倒了。不过那个时候我这神经可是高度紧张啊，天天失眠，我在我家门口都安了摄像头的。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哎呀，你们两个呀就跟咱那书记一样，这还是来社区的时间太短了，见到的奇葩事儿还不够多。咱们干社区工作是干什么呀？那就是要调解矛盾，你跟他们太较真儿啊，那就反而会激化矛盾。凡事都要以和为贵。不是，都挨打了还以和为贵啊？总之咱们社工就六句话，忙前忙后像只猴，加班加点苦烦忧，这领导批评啊低着头，居民发火没理由，受了委屈呢摇摇头，到了夜里愁愁。哦，哎，你没事吧？没事，不是开会吗？走吧。这个事情啊，就是你儿子自己的问题，你怎么能打人家徐书记呢？人是大学的老师，是博士，是到社区来搞课题研究的，不是来挨你巴掌的。甭管是谁，您也不能动手打人啊。我就打了他一巴掌。你还想打几巴掌？哎呦，我没把他怎么样，他一点皮外伤都没有。那你们说怎么办？要不顶多赔个精神损失费呗。我觉得他也不缺钱。你以为什么事儿都能拿钱解决是不是？啊，有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你这回认认真真给人道歉，看人家能不能原谅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一巴掌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你懂不懂？像你儿子一样，直接去派出所拘留。听到了吧？你要是现在好好的诚心诚意跟人道歉，那我们还可以帮你想想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看着办。这么严重啊？那当然了。要拘留啊？你以为？哎呦，那我跟徐书记道歉。你得是真心诚意的。真心的，真心的，厂长，你说该怎么办？我都听你的，你说。到现在截止为止，我们一共收到了100多封参赛的作品，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这100多样作品里面选出前20个，参加作品比赛。这次比赛的主题呢叫我的社区我做主，所以我的想法是，是不是应该把丽芬姐那边新小区业委会的代表和老厂区韩厂长这边的代表放在一起参加，才能够体现这次比赛的主题。这个你就直接跟丽芬姐和韩厂长联系吧，然后活动的具体方案和流程大家现在有什么想法？时间定在下周末，因为我想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休息，这样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地点就选在老厂区。这次是我们小区自己出钱办比赛，宗旨就是能审就审。但是林芝说了，全程提供水果。前提是管有不管够，还不能打包啊。看看这林芝的直播挣钱了呀。那看我们活动啊赞助了是不是书记？谢大厂。可能我之前用的那个词语不太准确啊，就是想办成一个招聘会。行，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我出去一下。
孙淑贤说想跟你和解，准备想找你道歉，然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有经济补偿。你看你。如果我选择不和解的话会怎么处理？罚他200块钱，然后拘留5天。我的意思呢，都一个社区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他年纪大了，文化层次也不高，别跟他一般见识。对不起，韩厂长，我一直都非常尊重您，但是您这句话我不敢苟同。不能打人是3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啊，对对对，打人是不对。再说您是受害者，这个事儿啊，我们都看着，从头到尾就是他不对。我呢只是一个提议，因为您是社区的书记，我的意思就是大事化小。我是觉着，他如果真心的认错的话，要不你就给他个机会，多饶人处且饶人嘛，啊，口头教育一下也就差不多了，你说呢？这态度还挺好。要不咱们一块儿上我那儿坐会儿聊聊？行。走。哟，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好好表现啊！哎，徐书记，徐书记，我真心诚意的向你赔礼道歉，是我的不对，我一时糊涂，我儿子没了工作，我心里着急，我一着急就把火撒你身上了，要不，你打我。你打我一巴掌，你能消气的？你打我，打我！我也是妈妈，我理解您对儿子的担心，但是你现在这样是包庇儿子在犯错误，你知道吗？您这样不是爱孩子，您是在害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小到大，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他什么都不缺的。所以我觉得他偷东西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不知道他从小就有小偷小摸的习惯。没有，真的没有。怎么了？他没有说实话。您知道你儿子从小就有这个习惯，他之前在水果店偷水果的时候，你不是还替他打掩护呢吗？还有这个事儿？没有。李主任家的水果店，李直告诉我，水果店里有监控。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请老板娘随时把监控录像调出来。我知道，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替他打掩护，我就是觉得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他是他记性不好，他总忘了买完东西忘了结账的。您儿子这是心理疾病，如果一开始您就重视的话，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自己做错什么吗？机会我给了，是您自己不珍惜。徐书记，我好声好气的向你道歉，你还不满意啊？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还问我错在哪儿？我错在哪儿啊？我错就错在不该搬到这个倒霉的地方来。我没有感受到道歉的诚意，田警官，我们依法处理吧。韩厂长，小天，我走了啊。哎呀，田警官，你先回去吧。哎呀，你怎么来了？让我看。哎，没事儿。哎呀，你怎么这都肿了？没事儿，刚才他们拿那个冰块给我敷了一下，好多了。这怎么可能会没事呢？什么人啊？为什么？这怎么会？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为什么要动手呢？想什么了？他们都还在呢。没事了，我就是也没想到，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主要打我耳朵上了，有点耳鸣，疼的没什么。哎呦，真气死我了！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的？田丽姐跟你说的？你别给我提田丽姐了。怎么了？提到她我就生气。怎么回事啊？哦。是不是因为那个田医生和沈妈妈的事情啊？这你也知道了？哎呀，那天他正好随口就跟我说了，说你俩闹了点小矛盾。到底怎么了？什么叫闹小矛盾啊？
我都跟他大吵了。啊？哎呀，不是，你说本来吧，确实把田医生的生日宴搞得一团糟，我也特别特别的不好意思。但是因为田丽姐她一直跟我说她很支持她爸爸和沈妈妈的这件事情，那我就想，我想推波助澜一下，我想，这最让我生气的是，最后他送我回到家里面，他一直在教育我，他跟我说什么做人就是要看破不点破，不是，你别笑，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自私，你知道吗？哪有那么夸张啊？他就是两边都要讨好，我跟你说，谁都不想得罪。你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知道吗？你因为是深陷其中的那个人，所以你带着很多自己的情感。那在我看来，或许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呢。就是当双方都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哎，他就是那种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那种人嘛。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也退一步，跟他好好聊聊。两个人在一起，总得要相互磨合嘛，是不是？我都一直在退了，我那天真的是没有路可退了，把我逼到角落里头去了。没有什么没有可退的路啊！你看我，你还能跟他生气吗？是不是嘛？哎，正好我有一个忙，想请你帮我。拜托喽！哎呀，放心吧。拜拜拜拜拜拜。喝饱了？嗯。该吃饭去吧。好。吃什么呀？随便呗，你定。行，那吃随便吧。这么大手笔，干什么？随便，不是说好吃随便吗？你这个不太随便，我不敢轻易吃。哼，放心吧，没下毒。来，走一个。干嘛呀？什么干嘛？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吗？心里有点不太爽。吃顿好的，压压惊，不行啊？为什么不爽？还是因为你爸的事儿？我觉着吧，好骨不用重锤。那天严格来说，我锤的就有点重，所以我对你有点于心不忍。今天也算是给你赔个不是，请你吃顿好的。该说的也都说了啊，你自己体会。哼，那干嘛还不舒服呀？啊？他们老说我和稀泥。你是不是傻子？你代表的本来就是公正、公平、法律、原则，你没有原则的在处理事情，这就是和稀泥。你啥意思啊？我的意思，你觉得我没有认真执法吗？啊？你执法的时候你要知道原则啊，你不能永远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来执法呀，这怎么叫执法呢？我该教育也教育了，该送进的也送进去了。对吧？我知道你们社区工作都很难，确实各色各样的人你们都要面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就说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孙淑贤。淑贤。哎，我都跟徐莹莹说了，顶多罚200，拘留5天。我说你要的这结果吗？他说，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要的是他真心明白这件事儿，他是错的。我是不是对他已经批评教育了？他也答应给徐先生道歉了。问题是，他不明白他到底怎么错了。徐英要的是孙淑贤给他道歉，但他要的是孙淑贤真心实意的认为自己错了，然后再给他道歉。他要的是这样的歉意。我告诉你，孙淑贤已经觉得自己是真心实意的给他道歉了。你们社区这工作真的是太烦人了，我就是不想他们这么说你们，干什么呀？
干这么糟心的事情，还要被人家这么说，那多委屈啊！嘘，小声点，小声点。何必呢？你这么和稀泥，还不如说坚持原则，那样做来的简单呢。来，啥也不说了啊。反正今天你这话我也听进去了，谢谢你强老师，我知道你是夸我呢。夸你个鬼！我是心疼你呢。你心疼我，明白了。你的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嗯，再琢磨琢磨你姐跟你爸的事情。哟，不是，爸，这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好多了。啊？慢点，慢点。这是喝了多少啊？谁会用真心相伴我，化作尘埃。